lock my eyes. Sad, sad the kind. You know the pulsing chord set me free.哇，他这组好好听啊！我刚才真的好听。谢谢雨桐老师，雨桐老师，谢谢雨桐老师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机长。可能在节目上看乐哥，可能觉得他比较不太好相处啊，可能觉得可能爱怼人啊。先装雨桐的鼓吧，我觉得是吧？先把位置定了，我们才能再排。不是鼓稍微放偏一点呢？对，你在这儿吧，你在中间吧。我咱们仨是个三角形最好，然后键盘手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看小孩往哪摆。我觉得就这样，贝斯、键盘你后边小孩。停停停停停停，一个一个说吧，我觉得一个一个说。赵峰，这声音完全不对啊！你现在给我回答我什么状态？音色融合度特别差，鼓太小了。然后那个乐池里的那个木吉他听不见。好好，那我们来一遍。那夕阳冷，心之晒，找个吉他小，从这儿开始生小孩可以。好好一些，好一些，好一些，好一些。田哥，咱这中间间奏是不是两遍的呀？换一个吧，我觉得。就是中间间奏卡了一遍啊，明白吧？那再得再来一遍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高老师，我们加速再来一遍啊！我们现在是进观众了。来嘛，再来一遍。来一遍。行行行，就是第一遍有进制唱，然后那间奏还是两遍。那行，那咱就演两遍间奏啊，咱再从头来一下。又换回两遍间奏了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啊。OK， 来来来，再来，从来。哎，老师，我们人唱。OK。哦，不用唱了，我觉得不用，你知道就行了。行，记住了啊。记得记得。OK。我觉得还是就是整个状态可能没有那么的放松，什么中间间奏部分、solo 部分到底是几遍，然后从哪儿进，然后怎么配合，这些方面就肯定就是压力也很大。就是你不能说让人觉得你把这歌给搅和了，没事，就是咱们还是按照咱们排练的来，因为就是我会唱，我就第一遍之后我就进唱，然后你就还是按照排练，然后中间那还是两遍，我怎么知道？然后你就听他 Q， 因为当就吧咚咚。我一会儿让。弹一下，可弹一下就行。但我觉得乐哥私下里特别 nice。你有调音表吗？给他一个调音表。不是还不准吗？就是你弹个两三遍你就得调一调，因为他可能就会不准。对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挺好的。他会非常好相处，而且会跟你说这歌要怎么弄，然后你觉得行不行？我都惊呆了。什么？开始的时候先出个声，就是你微微说说话，然后听听大家的声是 OK 的，咱们开始，不要着急。